灵秀所萃，缘起乐意。乐之土，言以沃；乐之人，闻以戒；乐之俗，智以厚。这是清朝开国重臣范文成为乐平县志所作序文中对家乡乐平的一段描写。在范文成的笔下，乐平是一个物阜民丰、文化厚重的地方。这是一座忠义坚韧的千年古邑，也是戏中有意的赣剧之乡。历县1800余年，厚重的岁月为乐平镀上缤纷华彩，洪宫气节、马氏文章的历史积淀，哺育着乐平人忠义坚韧的精神内涵。红色年代里的奋勇抗争，也为这个赣剧之乡平添许多革命英烈的不朽传奇。戏台荟萃，金河谷，赣剧含荣，古及今。遍布城中的古戏台，见证了乐平千百年来的风云变幻。戏台上的匾额楹联，戏曲中的唱念作打，诉说着乐平人自古相传的忠义正气，也激励着乐平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砥砺前进。永山洞穴遗址位于乐平市北33千米鸡公山山腰仙岩洞内。这处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乐平历史的序幕。1962年，中国科学院古籍队以及古人类研究所到乐平调查，在永山岩洞呢，这个发现了一批这个大熊猫尖齿象化石，那就是50万年前的动物化石。另外还发现几件的那个人工使用过的打击有打击痕迹的石英石片，意味着那个永山岩洞在50万年前有古人的在那里生息活动，认定了这个永山岩洞属于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此后，乐平地区农耕逐渐繁盛，人口也渐渐增长。及至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朝在这里开府设县，因县城南临乐安江，北接平林，便设县名为乐平，至今已有1800多年。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设有息鱼可插，伏谷不明盗贼少，鸡豚里舍雨声华，赛神还了今年愿，又整明年龙骨车。这是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诗作《乐平道中》。诗中所描绘的一片安乐祥和，正是对乐平这片土地的赞誉。乐平地处江西省东北部，依柱山傍济水，其地平原丘陵交错，水系通达四方，一派归其胜景之中，万民繁衍生息。正因为乐平自古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因此人民世代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人民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
因为从宋代到明代，这个沿河高墙，就是现在甘肃，一直在这个鄱阳、乐平这个地区呢，这个广泛流行，老百姓喜闻乐见。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儿童，都能从浅显易懂的戏文中一览千古传奇。戏曲文化影响着乐平人的言行举止，其所传递的精神也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代代相传。台上正在演出的剧目是赣剧《赵氏孤儿》。很少有人知道，剧中被程婴所救的孤儿赵武，正是汉族马姓氏族的祖先。我们乐平马氏，但凡演戏，他就一定会点那个《赵氏孤儿》，这是肯定的。就是我们讲一个叫引蛇去演，这是我们那个源头，我们要记得祖宗怎么来的。马水金。乐平市界首中学的英语老师，也是乐平市红马文化暨历代名人研究会的理事，对于自己姓氏的起源和历史，他做了长期和大量的研究，收藏了上百本相关书籍。我们乐平马氏为什么那个演赵氏孤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原来就姓赵，在春秋时期呢，因为受到了奸臣的迫害，所以呢，家族呢被灭族了呢，然后呢，他留下一个余脉，留下什么呢？被他的那个门客陈毅和工作人员就救下来了。陆鹏鹏儿，还是你的亲生之父，名叫赵硕，庄稼工具就是你的亲生之母，你就是那见着孩儿不死的赵氏孤儿。那么他的后代赵奢，因为战功呢，被封为马步军。因为赵奢的儿子赵括，长子赵括呀，在长平之战呢失败，所以呢，那个他弟弟赵牧的儿子呢，觉得有点姓赵啊，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国家一样的，是吧？所以呢，他就改姓，改为马福，改姓马福。后面呢，就把中间的福字去掉，就叫马兴。所以马氏是怎么来的呢？就从马兴开始，这样来的。在马氏宗祠的族谱中，记录着这个姓氏的迁徙与传承。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马氏祖先携家迁居乐平县重步镇，此后马姓便在乐平落地生根，更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其后人延续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品格，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光辉的足迹。在重步镇的亭峦小学，学生们背诵的正是流传了近千年的马氏四流家训。定下这家训的便是南宋名相马亭峦。南宋末年，朝纲不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出生于乐平重步乡的马亭峦，虽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甘贫力学，最终考取进士。为官后，马亭峦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从地方官直至宰相高位，在百姓中声名远扬。
但当时南宋朝廷被贾似道、丁大全等权臣所把持，马廷銮自知无力回天，又不屑与奸佞为伍，晚年隐恨归隐故里，潜心著书立说。回来了，最重要的两个，一个就是写书修书，写书，再就是教育，啊，开私塾，因为他教书出身，把家里的子弟呀、周边的人什么教了，教读书，一定要读书，啊，所以他那个四流里面就谈了几个嘛，刘有余，是吧？不敬之福，以还子孙。什么叫福啊？就是教子孙读书。我要让我的子孙代代相传，传什么东西？传承什么？是吧？我们马家他就是那个四个字嘛，勤、谨、和、俭，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吧？立足是吧？有是吧？立足有余地，与他无愧天。对世界什么的讲，一定要无愧于什么的天地，是吧？做事什么的叫当官做事，一定要是为国为民。四流家训，福荫子孙。恳切的言辞中承载了家、国、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家庭与百姓造化连接成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知行合一，为后世立下做人为官的典范。随马廷銮一同归隐乡野的，还有他的儿子马端林。在父亲的影响下，马端林潜心治学，花30年时间写成《文献通考》这一煌煌巨著。《文献通考》共348卷，隶属从上古到南宋末年历代典章制度。此书史料价值极高，后人将其与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合称三通，并将《文献通考》誉为三通之首。除了马廷銮、马端林，在乐平还有不少影响后世的名人轶事，宋代风节名臣洪浩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129年，洪浩被南宋朝廷派遣出使金国，不料一到金国便被扣押。面对金人的威逼利诱，洪浩丝毫不为所动，金人便把他流放到苦寒荒原，以期摧毁他的意志。乐平人精神家园的基本原则。历史的浪潮中，红马文化所代表的忠义坚韧不断升华，成为乐平显著的精神气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彰显出不同的面貌，却爆发出同样强大的能量。正在上演的这部赣剧名为《烈日秋霜》，讲的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乐平抗击敌人的故事。1930年7月22日，在重埠镇界首村戏台上，方志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随后，在方志敏、邵世平、周建平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屡建奇功，声威远播，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彼时，中共赣东北特委、江西东北革命委员会、赣东北军事委员会等大批党政机关全部驻扎在乐平县城。以乐平为根据地，红十军先后两次出击赣北，两次进军闽北，转战浙西、皖南等广阔区域，红十军逐步进入全盛时期。吴雄妹是乐平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出于对乐平革命历史的兴趣，工作之余，她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乐平红色文化的研究中。在此过程中，她了解到不少动人的历史细节。1935年1月，方志敏同志率抗日先遣队北上，与敌人交战了7天7夜，最后呢弹尽粮绝，被饿晕了。在饿晕的情况下，被两个国民党的兵士呢给发现了，就搜他的身，他只搜出了一只怀表和一支钢笔，一个铜板也没有。8月6号，坚贞不屈的方志敏在南昌的下沙窝被呢杀害了。方志敏牺牲以后，党中央给予他极高的评价。193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122期上特别出版《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将方志敏定为民族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再次高度称赞方志敏，以身殉志，不亦伟乎？革命的历程将红色精神融入到了乐平人的血液中。据统计，在乐平，有名字记载的革命烈士多达3267人，仅红十军诞生地界首村便有247人牺牲。正是这些革命先辈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在那个苦难的时代撑出了一片红色的天地。为了纪念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乐平人在乐平市的最高处登高山的山顶树立起一座石碑，上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石碑顶部有一颗红星，它像一双眼睛俯瞰着乐平全貌，俯瞰着这座因红色历史而愈显忠义坚韧的城市。用戏曲的形式抒发家国情怀，是乐平人对忠义精神的独特表达。高腔呢，应该还可以说它是赣剧的源头，因为它最早就是来源于明代的益阳腔，后来又演变成乐平腔，再后呢就到辽河戏之后又被称为辽河高腔，成为赣剧之后呢又被称为赣剧高腔。它的特点就是这个高亢激昂，不被管弦，然后呢一唱众和，非常的那个古朴厚实，亲切逼真。今年53岁的赣剧剧作家蒋良善是乐平当地著名的戏曲活字典，他撰写的《烈日秋霜》《雪花不是花》等赣剧剧本颇受好评。在他看来，赣剧的推广过程中被称为赣剧之父的石林鹤功不可没。革命年代里，乐平大田村人石林鹤创作了《黑地狱》《上前线去》《火海中的孤军》等爱国题材戏剧，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0年，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的石林鹤，为了振兴江西地方戏曲，将赣东北地区传统的饶河戏与信河戏合并，统称为赣剧。
石林鹤呢被干剧界的人称为干剧之父。在石林鹤发掘出干剧之后，那么干剧呢从此走上了一条辉煌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在他最辉煌的时候是飞升海内外，甚至连香港都引起轰动。现在这个备受当地人喜爱的剧种依然焕发着活力，而干剧的精神气质也凭借经久不衰的台本和无数投身于此的干剧演员得以传承下来。每天早上七点，乐平市干剧团的演员都会准时出现在排练厅里，进行身法和唱腔的练习。在烈日秋霜中扮演方志敏的徐伟是干剧团的老演员，演了30年干剧，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干剧的传承与推广。下午普及工作就是想进社区、进校园，我们培养观众。哎，只有观众的兴趣培养起来了，哎，家长的兴趣也起来了，这小孩子学习的兴趣也起来了，这个可能你还更好的可以找到一点苗子出来。现在的徐伟依然经常下乡演出，上庄之后，他便化身忠臣良将，成为连通古今的时间之门，将古老的信念传递给今天的观众。一曲终了，喝彩声四起，长时间的掌声便是乐平人对干剧最深的情感。3月28日是刘家垄村戏台建成的日子，按照当地风俗，一定要做上一场开台大戏。村民们邀来亲朋好友一同赏戏，广场上分外热闹，锣鼓一响，台下的观众便聚精会神，沉浸在一个个忠义故事里。开台大戏一定要连唱6天，同时村里连办6天流水席，男女老少尽情欢饮，人人喜笑颜开。点缀在这座城市中的古戏台，既是乐平人热情的凝结，也是戏曲文化传承的标志。在这个不足2000平方千米的县级市，迄今仍有458座古戏台留存，它们或彰显于乐安河两岸平原，或隐逸在七溪水山谷盆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齐全，样式精美，因此乐平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中国古戏台博物馆。一栋祠堂和戏台的，它不是一代两代人手上可以完工的，它有几代人才可以把一个大规模的建筑才把它建成。从顺治到乾隆，对，有3代皇上了。余庆民是乐平市博物馆副馆长。2002年，为了统计出乐平现存古戏台数量，他带领博物馆同事在乐平的阡陌乡村中奔走7个月，细致考察了每座戏台的历史、功能与设计特色，将乐平古戏台的完整风貌呈现了出来。乐平戏台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后期。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游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社会功能上有5种，祠堂台、庙宇台、会馆台、家庭台，还有一种就叫万年台。当然万年台是我们乐平县城数量是最多的，几乎占到了
一半以上，因为这种台以后大量的建造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建造这种戏台。祠堂台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晴雨台，晴雨台大多与宗族祠堂相连，台分双面，前台朝外，另一面对向祠堂，两侧延伸出木质包厢，将天井围在中央。府院戏台以建造奇巧复杂、装饰豪华艳丽著称，所以我们把它报为国宝。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占地450平方米，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六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陶冶，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几百年光阴轮转，看戏的人往来不绝，而古戏台巍然屹立，注视着人间烟火，见证着血脉传承。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以戏台正上方的藻井而言，这座圆形穹隆顶上方封死，在没有扩音设备的古代，起到拢音和反射音的作用，从而让台下的观众听得更加清晰。藻井呢，它因为它是扩音，又在戏曲的头顶顶部，它是头属于圆形，它是顺时针方向。藻井一般根据这个戏台的大小来决定这个藻井的尺寸比例。藻井在乐平民间又被称为穹，象征着天，戏台面则象征大地，天地合一，构成了演绎生旦净末丑的特定艺术表演空间。藻井是按顺时针方向来设计，它寓意宇宙诸天呐，360度运行。它是36条线，寓意36诸天，360度，高度是13层斗拱，它一个拱一个斗，因为中国建筑4个字概括，榫卯斗拱，4个字概括，这就是我们建筑的核心。戏台中蕴藏着大千世界，也承载着乐平人对忠义精神的深刻理解。雕梁画栋之间，古老的故事滋润人们的心灵，也演绎了这方水土的文化气质。坚韧的乐平人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奋力开拓，逐渐为这座小城描画出新的壮美蓝图。限制了乐平的发展。
乐平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但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土地并没有发挥它的全部潜力。一遇旱涝，辛勤劳作的成果便毁于一旦。农民颗粒无收不说，城市工业用水不足，生产停滞，甚至连城中饮水都成问题。1958年，时任乐平县委书记的孟庆余带领40000乐平人肩挑背扛，在大油山、丽居山和珍珠山之间修筑了一座蓄水面积10.5平方千米、总库容1.44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这项工程耗时3年，建成后水库可直接灌溉农田106平方千米，为乐平稳定供应生产生活用水，成为此后乐平农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60多年后的今天，水资源问题已经不再困扰乐平人，有科技手段的加入，当地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也更加蓬勃。这种呢是那个喷灌，喷灌呢它可以比我们传统的大型漫灌好处好多了。第一个省水，第二个呢它不土壤不容易板结。王香平是乐平市乐岗镇人，自打懂事起就帮家人在菜地里干活。来水不啦？是啊。2012年，因为看中了乐平农业的发展前景，他在卢祠乡注册了一家农业合作社，准备利用集约化的经营手段让农产品产量更高，销路更广。最初王香平与40多户农民合作，将他们零散的土地整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在王香平与农户们的努力下，蔬菜基地逐渐有了雏形。几年过去，基地越做越大，合作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合作社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150多亩，蔬菜种类也愈加丰富。因为品质过硬，合作社将产于乐平的蔬菜远销省外。有个省里面有个技术特派员群，也经常到我们田里面来，他们里面都是专家，知道我们帮我们解决一些种菜的那个碰到的一些难题。基地建设大棚这一块，政府里面基本上都有项目，都可以帮我们解决，把我们的这个发展蔬菜的基地的这个速度啊加快了。身处产业上游的王香平尝到了乐平新型农业发展的甜头，而在供应环节上，乐平人王建敏则依靠互联网创新，为当地农业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晚上11点，蔬菜分拣开始，7-8名分拣员熟练地将不同品种的蔬菜分开，在大棚里完成称重装车的工作。深夜里忙碌是蔬菜电商王建敏的常态。过去几年，他和同事们为乐平蔬菜开辟了一条线上销售渠道。凌晨3点，蔬菜全部分拣完毕。清晨，装满蔬菜的卡车和专供城区的小型配送同时出发，将蔬菜运往不同的目的地。你们速度挺快的，谢谢啊。我感觉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个民生行业，关系到千家万户吃饭的问题。我感觉哈，我为乐平的老百姓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哈，我感觉
比做任何行业都是一种骄傲，而且是一种自豪。像王建敏一样的乐平人还有很多，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凭借坚韧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铸就起经济发展的基石。现在，乐平已经成为江西省最大的蔬菜基地和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传播中心，被中国园艺学会长江蔬菜协会授予江南菜乡的称号，被原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7年，乐平入选中国县域经济300强，全国返乡创业示范县。乐平通过打造产业集群，全面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经过数年的努力，乐平已经成为赣东北的一颗明珠，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能量。骨骼生辉，物华天宝，新台天秀，人杰地灵。乡间的古戏台依然闹嚷，戏曲文化与乐平人的精神气质互为因果，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人文景观。红马的故事润泽古今，革命历程埋下红色的种子，走过千年沧桑的乐平继续挥洒忠义的热血。乐安河缓缓流过，等高山肃穆依然，乐平人厚积薄发，让这方乐土旧貌焕新颜。赣剧的声腔依然响亮，古老的戏台讲述着今天的故事。因戏生意的乐平人怀揣着坚韧的信念，奋然前行。